第五题，小强在大卖场推着装满货物的手推车加速前进，如右图。若小强推手推车的力为甲，手推车反推小强的力为乙，地面给小强的摩擦力为丙，地面给手推车的摩擦力为丁。请问哪两个力互为作用力跟反作用力？我们晓得作用力跟反作用就是一个是 A 对 B。一个是 B 对 A，这样叫做作用力跟反作用力。甲的作用力叫做小强，去对我们的手推车；我们的乙的作用力是手推车对我们的小强；丙的作用力是我们的地面给我们的小强；我们的丁的作用力是地面给我们的手推车。所以，我们发现。甲乙两个就是 A 对 B，B 对 A，所以甲乙互为作用力跟反作用力。因此第五题问我们说，请问哪两个力互为作用力与反作用力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B，甲与乙。